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哎呀，哎，夜市是来开啊嘞，你们都是安稳无多的。尽管气到不行，但语气中透露出满满无奈。看着儿子又把自己关在厕所内吸毒，劝也劝不听，实在看不下去，只好报警请警察来救救儿子。抽烟的啥？你抽烟的啥？就个鬼人拢戆戆戆，摇摇晃晃，一脸神志不清。这名打赤膊男子手上明显注射痕迹，看到警察来毫无任何反应。你看，双手，双手拢有啊。穿啥啦？穿啥？你爸在穿啥呢？我不是穿裤子，是啥啦？见到儿子吵闹反应，让爸爸又气又痛，一把拉住儿子往外走。最后一刻还想为儿子套上衣服，就能知道心中有多不舍。这名伤心的父亲说，儿子平常就游手好闲，没有钱买毒品就跟家中要钱，老婆因为受不了早就离开。看着儿子越陷越深，爸爸决定大义灭亲。到吵的时候啊，发现到厕所里面有那注射针筒啊，当时情况也神志不清了。老父亲只期盼警方能够帮儿子成功戒毒，让人生重新开始，不要再被毒瘾控制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